盘点东北女人有多护犊子。场景一，护犊子，爱老公，遇事立马往前冲，白天作妖晚上疯，还能做你的弟兄，全程领跑未来领导，端起酒杯都被秒，温柔做你怀中猫。场景二，怎么这种还都能是我的错啊？你凶我干什么？凶你说我是什么玩意？你把我话给听起来。那没有，我知道是你。没有，没有。对不起，四哥。不，那太好了吧？妈，你打我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四哥别打了，怎么还能这么打老妹儿呢？拦不住啊！我操！你这个活腻我可有点。那女孩子那能打过吗？我一拦着我打，那也憋过你。我想跟未来老公说一句话：以后有酒局了，摆弄不了，喊媳妇儿都给他灌趴下。媳妇儿罩着，兄弟们，让我们黑起来好吗？媳妇儿还得找我们东北的，护犊子，爱老公，遇事挠挠往前冲。最主要我能喝，你摆平不了的，我都能替你摆平。不是我催，酒桌上谁敢刚你一杯，我分分钟让他找不着杯。昨儿一晚上干啥去了？电话关机，关谁手机呢？场景三，现场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让你爸一口菜都没吃，钻桌子底下了。正道的光。照在了大地上，把每个黑暗。孩子，你骑大我八大姨给你捋的是明明白白的，回家肯定有热乎的饭，穿来的衣服指定给你洗的亮堂的。咱说就平头老百姓过日子啊，你要是给他买一个什么 LV 包啊，这个包那个包吧，他要一看价钱贵，转身他第二天都领你去退。过过日子孝顺父母，有的时候就是嘴黑点。咱说这样媳妇你要觉得都不满意，咱怎么不知道你得配啥呀？街头采访都说东北女人脾气都特别大，是这样吗？啊，不不不，我呢就特别温柔，不信你问我老公。啊，对对，这回你信了吧？你信不信呢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跟你说话，你信不信呢？你啥意思？你不知道你信不信呢？老师，老师，咋的？咱班学生在外面干干活干去了。干啥呀？你干啥去？干什么去啊？他们人可挺多的呀。讲话了，我跟你说，咱班学生只能我亲，我那还能容了外人亲吗？走，干！哎呦我的妈！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谁二哥来的酒？不骂。嗯，不是你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不骂你。老板呢？来来来，把你老板叫来，看看你什么态度。来。你好。看谁呀？看他。滚！滚！滚！你听见没？退后。场景四。欺负我老婆？就楼下那个健身教练，跆拳道黑带的那个。对，就他。人家是女的，我怎么好意思打人家一个女的？你再好好回忆回忆。Next， 谁二哥来的酒？不骂。嗯，不是你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不骂你。老板呢？来来来，把你老板叫来，看看你什么态度。来。你好。看谁呀？看他。滚！滚！你滚！你听见没 ？Next。一个好交易，一个坏交易，选听哪个？你先听坏交易吧。我小妹跟她对象俩干仗了，又给人干跑了，让我过去陪她住几天。他俩怎么老干仗呢？谁道啊？你说呀？那好交易呢？
好消息啊，好消息就是我早几天呗。等我回来，如果这个扣变了，我他妈打死你！我操，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东北女孩。护犊子爱老公，遇事立马往前冲，白天作妖晚上疯，还能做你的弟兄，全程领跑未来领导，端起酒杯都被秒，温柔做你怀中猫，生起气。场景五，瞎呀，你跟谁说话呢？我跟你说咋的，你能不能低调点啊？我就这样。哎呦我去，你瞅啥呀？基本上。场景六，你瞎呀？啥玩意儿？我瞎？我俩在这溜达，你没看着我？没看见咋地吗？不是你跟谁俩？你别拦我！不是你到底几个意思？你说我啥啥意思？要咋的呀？哎呦我去！你别没完了、哎、啊！完犊子！场景七，赶紧的，爸赶紧补课去，一会儿不赶趟了。我不想去补了。别老让他去补课行不行？刚才还跟我说呢，妈呀，不想补课了，太累了，连玩的时间都没有。你说他现在正是玩的时候，你老给他安排的满满的，干啥呀？好不容易放个假，还得补课，今天补这，明天补那的，正经八百的知识学会了就行了。你让他补那些，他能消化得了吗？那大人还有个双休日、节假日呢，何况一个孩子了？你让他自由的生长，过一个快乐的童年，不行吗？那现在这孩子不都补吗？啊，都补他就别补。那你家孙跟马云哪个是补课补的？现在多少个孩子因为补课都累傻了，不知道吗？那孩子小，你不得给他规划前程吗？用你规划呀！你规划的前程，你就敢保证完全正确吗？孩子有自己的人生路，知不知道？我就讨厌你这种人，就像那种鸟似的啊，搁窝里哎下了一个蛋，让蛋使劲飞，自个儿飞不起来，让蛋去完成去。我告诉你，你有那能力，你就自己飞，飞不起来你就搁那趴着，你少让我。场景八，关你也告我了，谁给我扔下？你告诉你，放不了咱就不走了，回家上楼。哎我操！哎，后边开壳了。哎呦我天哪！我天哪！你家都录好了是不是？好，等着。场景九，杀石头。结婚了，结婚了，今天结婚了，黄昏的日子你从此结束了，那是红本本你心里。场景十，中队抵达现场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让你爸一口菜都没吃，钻桌子底下了。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。场景十一，人都跟他动手了，你干啥呀？这个世界上没人敢动你爹，如果有，也只能是你妈。那我也去。妈，一人就够了。问我任意闯。场景十二，脾气都特别大，是这样吗？啊，不不不，我呢就特别温柔，不信你问我老公。啊，对对，这回你信了吧？你信不信呢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跟你说话，你信不信呢？你啥意思？你不知情，你信不信？场景十三，一女子听闻丈夫被人欺负，二话不说就拎块砖头就冲了过去，别的不说，光气势就能压倒一群人。对此，网友褒贬不一，有人认为凡事不能冲动，而有人认为嫁。场景十四，一个东北的女孩，护犊子，爱老公，遇事嗷嗷往前冲，最主要能喝呀，老爷们摆不平的。我们场景十五，东北的，一个东北的女孩，护犊子，爱老公，遇事嗷嗷往前冲。最主要能喝呀，老爷们摆不平的，我们来，我们来 ，next， 不行啊，丽莎石头。next， 看着没？看着没？俩人又干起来了啊！老哑娘，哎，哎，哎，老哑娘，哎，姐夫，你现在是不是有点过分？姐，你靠边，我收拾。什么关系？你一天像个泼妇似的，你也就我姐夫能要你，也就你说这泼妇的，说这泼妇的，是不是玩大了吗？你俩一天啥也不是，好赖不值啊！你能不能不来我滚了？
这我咋的了我呀？谁说我老板不好使啊？一个人。Next。好了，妈，我打电话，我加班，你赶紧给我送上去吧。不去。给他妈三千工资干啥办的活？半夜他妈三点钟发信息不回就骂你死了。那你到底你先走吧，你开门干啥呀？还天天的就你睡几个小时觉，跟你学学。你他妈把工资给咱他妈不睡觉了。哎、咱他妈年轻轻还熬不过他的老灯笼。别去啊，我让你。Next。我想跟未来老公说一句话，以后有酒局了摆弄不了，喊媳妇儿都给他灌趴下，媳妇儿照着。 Next。 你瞎呀，跟谁说话呢？我跟你说话咋的？你不会走着点？你他妈说谁呢？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吧。场景十六。不是这么回事，你骂我干啥？你谁呀？你怎么跟我朋友唠嗑？你冲我朋友气的。你出来来，你出来，你现在出来。别说话，啥别说话了，你出来，你看我干不干你呀？你把电话给我，快点的。给。你啥意思？你跟我朋友这么唠？啊喂，干嘛呀？哎呦我的妈！没有，我寻思招你出来一起，咱干点有意思的事儿。那。场景十七，那你要干啥呀？不干啥呀？不干啥，你要干啥呀？我想干我就干啥。那你管我干啥干啥呀？谁管你干啥了？那你该干啥干啥去。你管我干啥干啥呀？但是我也没干啥呀。你到底要干啥呀？你该干啥干啥得了呗。我爱。场景十八，遇事挠挠往前冲，最主要我能喝，你摆平不了的我都能替你摆平。不是我催，酒桌上谁敢刚你一杯，我分分钟让他找不着杯。Next。干啥呢，哥们儿？你瞅啥呀？瞅你咋的？干啥呀你啊 Welcome to 东北。东北。Next。 哎呦喂，不是你干啥呀？啥玩意儿干你瞎呀？啥玩意儿我瞎？我俩在这溜达，你没看着我？没看见咋地吗？不是你跟谁俩？你别拦我。不是你到底几意思？你说我啥意思？要咋的呀？哎呦我去，你别没完了、哎、啊Next。 啊，我爸在楼下跟别人吵吵起来了，对方都动手了。妈，你干啥去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人敢动你爹，如果有，那也只能是你妈。妈，那我陪你去。场景十九。哥们儿，你瞅啥呀？瞅你咋的？干啥呀你啊？干啥呀？ Welcome to 东北。东北。场景二十。Next。 你说万一孩子不听话咋整？孩子不听话，你就得教过他，给他讲道理。那我妈、我大舅他们小时候惹你生气，你也讲道理啊？鄙人不善于讲道理，我没削死他，你大舅结婚我还揍他。反正我有孩子不听话，我也得揍他。等着，该打我同孙，你先反着，耐乎他。教过他，他就懂事了。我费那个，我懒，我整不明白，我必须得揍他。敢出拳，敢不敢跟我俩比划比划 ？Next。爸爸，咋了？今天打我了？有。看你了。还有我呀，再找大爷，找大爷。你找你，你找你，你也得给人付个脸。反正不咋的，爱打你揍他一顿。走，找大爷。Next。太狗了。两下来，太会了！Next。 哎呀，那根本就不赖我，那你还跟我吵吵，你还骂我，那不是那么回事。那不是那么回事，你骂我干啥呀？你谁呀？你跟我朋友唠嗑，冲我朋友气的。你出来来，你出来，你现在出来。别说话。啥？别说话了，你出来，你看我干不干你呀？你把电话给我，快点的。给。你啥意思？你跟我朋友怎么唠？啊喂，干嘛呀？哎呦我的妈！没有，我寻思找你出来一起，咱干点有意思的事儿。Next。那我爸在楼下跟人吵起来了，人都跟他动手了。你干啥呀？这个世界上没人敢动你爹，如果有，也只能是你妈。那我也去。妈，一人就够了。